太美太湖，不仅是山水太湖，更是人文太湖。这里有57万太湖人民引以骄傲的一张科教名片，安徽省太湖中学。太湖中学在2022年的高考中再创辉煌，有4名北大、7名清华、3名复旦、8名上海交大、2名中科的、1名飞行员等顶尖高校生。下面，让我们有请北大清华学子作为代表接受太湖人民的礼赞，掌声有请。洗尽风尘，让和风吹落疲惫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太湖中学1918班的王毅，今年是进入了清华大学。大家好，我是太湖中学1918班的刘新宇，目前已被清华大学录取。大家好，我是太湖中学1918班的蔡寒松，马上就快要被北京大学录取。大家好，我是1917班的李寒金，目前已经被清华大学录取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太湖中学1906班的姚玉，目前已经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航天大学录取。大家好，我是太湖中学1917班的李玉胜，现录取北京大学。大家好，我是太湖中学1917班的杨子玉，我目前已经被北京大学录取。大家好，我是太湖中学1913班的韦章权，现被清华大学录取。大家好，我是太湖中学1917班的方旭，现被清华大学录取。大家好，我是1917班的孟佳佳，我现在已经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。那么接下来有请王鹤先生代表太湖电篮球协会去贺词，朋友们掌声有请。大鹏一日通风起，扶摇直上就万里，孩子们踏过虚山坎坷，渡过血海茫茫，3年台军锤炼，一路过关战将，此次军团梦想飞扬，爹先面前那壮志气昂，与雷霆同辈，可是愿最棒，寒窗苦读，报得今朝露锋芒，一战成名，少年自有少年狂。胸怀千秋伟业，真是百年失望，我不肯碰战车，谁来拦铁老乡。孩子们，九天来月，龙山轻松是你提起的提亮，自恋江山长河流水，祝你提拔温不热的声韵，跟随着你高飞的荣耀，华丽丽的波光回应着你开心的点亮，不忘初心，少看中国篮球，每一个学生让人甜都失望，立地决心，多少铿锵玫瑰，每一个凭证让人热泪盈眶，感恩时代不让世界的记忆，这是中国的栋梁，继续享受风景这边多好，太湖才是最美家园。红光满道，长风破浪，不说国力，唯有你们的骄傲，你们是未来的中国力量。美哉，我少年中国玉天不老，壮哉我中国少年
与国无疆。我承诺，为中华崛起而读书，为中华崛起而读书，为民族复兴而拼搏，为民族复兴而拼搏。请党放心，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，强国有我，太湖是我家园，太湖是我家园，今生只为中国，今生只为中国，太湖是我家园，太湖是我家园，今生只为中国，今生只为中国，太湖是我家园，太湖是我家园，今生只为中国，今生只为中国。这里就是安徽省的太湖中学，因为现在是暑假又是周末，所以学校里面的人比较少，只有球场上有一些人在打球。黄昏的校园还是挺宁静的。这个就是神一般的太湖中学，表面上看起来是普通的一个县级全日制高中，但是它的存在确实相当的牛。太湖中学原名太湖县立中学堂，1912年以后呢，学校改易校名，1952年正式定名为安徽省太湖中学。2001年4月，被安徽省教育厅命名为安徽省示范高中，作为百年名校，安徽太湖中学在市内及全省享有盛名。而且安徽省的太湖中学有很多知名的校友，我给大家念一下，像那个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马兰，这是很有名的，易车董事长、未来创始人、董事长 CEO 李斌，就是那个造车新势力未来的董事长，就是太湖中学毕业的，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志新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刚，这都是太湖中学毕业的。1990年，卓越的佛教领袖、杰出书法家、著名社会活动家周朴初先生视察太湖中学时，为学校亲笔题词：“难学能学，难行能行”，并设立拜师奖学金，太湖中学的校训由此而来。太湖中学从2018年以来，这个每年高考是捷报频传。2014年，有6名同学被北大、清华、香港中文大学录取；2018年，有8人被北大、清华录取；2019年，有7人被北大、清华录取；直到今年2022年，有4人被北大、7人被清华，还有这个复旦呐、还有军校，这有十几个被现成了像那种双一流985学校录取，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也可以看出这个太湖县对这个教育的重视，以及这些莘莘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孩子学习能力非常的强。这就是安徽省太湖县太湖中学的田径场。田径场上没什么人，就是有一些小孩，还有附近的一些居民吃了饭以后，然后到这边来散步。觉得闲暇之余进来打打球、健健身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也可以来沾沾喜气嘛。好了，这就是神一般的太湖中学。